最初的诞生和最后的死亡一样，都是人生的必然。当未来的某一天，生命被我们挽救，这是我们遵循了你们的教诲，始终不放弃对生命的希望。这绝对是爱情，虚伪，无聊。有事吗？说话有事吗？有，是不是男人啊？反正不敢当出来求生，不像你啊！我受够了。怎么样才行？白露，打够没有？打啊！空气女孩来，嘴巴甜的他们都满人话了。够了！我突然被二奶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要用尽我的万种风情，让他在将来不和我在一起的任何时候，内心都无法安宁。停车！